好姐姐就不约我我约你呀、啊。贾静雯十五号晚间在 IG 开直播，加码连线小 S 聊天，没想到小 S 喝了酒大爆料，不但抱怨陶晶莹约出游没找她，心底话梗大喷发。她不是觉得孙芸芸很正吗？你可以下线。他还说，你去问全台湾的男人，谁不会觉得孙芸芸比你正？周杰楷，你是这种人哦，一个暖男，你为什么会变这样？他也就是很瘦啊，我们两个也没有丑啊，我们两个一定要。结合起来打败孙芸芸。和婚头的小 S 开始扮鬼脸，还加码爆料，每次约陶晶莹，结果对方说的和做的都不一样。我觉得陶姐姐很假哎、欸，一直说来呀、啊、来呀、啊，然后根本就消失。小 S 狂吃醋，贾静雯赶紧邀陶晶莹上线澄清，没想到这一打让事情更大。陶姐，我在为什么要说谎？我在马桶上哎、欸。这一幕让大家全吓傻，吃瓜观众竟然直击陶晶莹蹲在马桶上，贾静雯崩溃笑翻，当下线上观看人数大爆炸，瞬间飙到2.3万人。小 S 几杯黄汤下肚，没想到让艺人的另一面全都露。记者综合报道。